好啊！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中间位置乘风冠区啦，咁啊外边咧有铁金刚啊，出边有两只分别系好好分啦，最出系飞轮步啊，皇帝英豪跟住个第五啊，第一就系呢只好好分啊，飞轮步跟佢埋啦，内栏第三位嘅马咧仲有乘风冠区啦，第四位系铁金刚啊，第五位红衫皇帝英豪啊，内栏第六粉红面箍就系巴闭仔啊，再后边嘅马有情王毅力迪迪，中间蓝衫平常心，出边尾四咧系金白绫啊，后边三只华美之威。 红衫尾三啦，尾二外边红眼罩光明全城啊，粉红衫暂时殿后都仲系成好运嚟噶。好，立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尖尖嘅马就飞轮步啊，咁啊见到中间铁金刚开始追佢噶啦，外边位置巴闭仔上紧嚟啊，再喺埋边有乘风冠区啦，出边上翻少少仲有情王啊，最后二百米飞轮步仲有优势，中间位置铁金刚，外边巴闭仔亦都上紧，最后一百米飞轮步仲有半个马位优势，到唔到外边巴闭仔逐步蚕食上嚟，接近终点，埋边系飞轮步。 出边巴闭仔第三名，情王第四名，应该系铁金刚嘅机会高啲啊！结果嚟到尾场赛事，系咪大只啲嘅飞轮步会占有优势呢？外边细只好多噶，巴闭仔逐步逐步上嚟，终点嗰步要影相。第三呢，外边系情王，第四名应该系铁金刚嘅机会高啲啊！ 结果嚟到尾场赛事就报名搭潘顿桥啊，飞轮步放顺咗，唔署名又赢啊，赢到。